今天我就光速把红猪用十分钟给看完。红猪，你是说那个神桌上那个东西吗？靠呀！我看你脸，我说日本那个宫崎骏电影，他们可以、啊，你是怎么可以想到庙会那个神？哦、应该吧，啊、应该是少女里面的那个山猪神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不是，山猪神又是沙小，山女少女根本没有山猪神。那是魔法少女，哦、不是森野少女。森野少女那个是小倩跟那个婆婆，是魔法公主过来。那么到底是哪里有跑出山猪神这个东西？而且山猪神，如果你硬要讲，也是魔法公主里面那个达达利亚。啊，魔啊不是达达利亚，那个谁啊？魔法公主讲错了。对啊，魔法公主他妈一开始我还真的想说啊，森野少女里面有山猪王吗？你要讲山猪王的话是有啊，他爸爸妈妈。哇，他爸妈不是，他爸妈就是一只普通的猪在那边看。你到底有没有看宫崎骏啊？你是在云啊？有啊，我看过，我还看过有两个女孩子那边踩人家的黑色煤炭，然后还搭一个猫咪坐的公车。反正就是山猪王，他就是魔法公主里面的东西。嗯，我知道。红猪是，你知道那个开飞机的那个吗？就是那个唯一开飞机的那一个。我知道啊，嗯，我知道。所以你知道红猪是什么东西吗？我知道，嗯，绝对不是庙会那个东西，是那个飞天猪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好，你要讲飞天猪也是 OK。其实我有点忘记他是怎么变成猪的，我只是后面看他跟那个人在开打。人家尬车，他是尬飞机。看你这个人真的是在晕。晕什么？我确实是没看过红猪，但我知道红猪。不是啊，你没看过红猪，那你至少应该基本上应该有那个概念，因为他妈就觉得那个作品里面片名是有猪这个东西。我不是在歧视，我是跟你讲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跟你讲说我知道，但我没看过。妈的，你没看过？没有啊，没看过。你小时候也没看过？小时候不是都会播吗？有啊，但我蛮讨厌红猪的。为什么？与其说是讨厌，我也蛮喜欢看那个。可是如果真的硬要比的话，我比较喜欢那个魔法公主，魔法公主跟那个靠药。我是跟你讲，加速之世界主角也是猪啊。我在跟你讲宫崎骏，然后你在跟我讲加速世界，看你。我知道你在跟我讨论赛鲁鲁片，对不对？我懂。可以把他踢出去吗？不要。我觉得这种人已经很难让我去化解他。我想要跟他讲话，看我明明就在跟你讲宫崎骏东西，然后你就给我跟妈扯什么加速刺激。首先理解是我的超能力没有错，奶油师，那个超人。妈的，这个空差小。